梦见蜘蛛网。蜘蛛网是由蜘蛛吐丝所编成的网状物，多用于捕食或用于结巢居住。梦见蜘蛛网，暗示梦者要挣脱束缚，经过努力奋斗和艰苦磨砺才能成功。未婚男女梦见蜘蛛结网，还可能预示你会和身边的一位异性由普通朋友关系进展成为恋人，爱情将迅速发展。梦见家里很多蜘蛛网，预示你最近没什么财运，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，要注意理财。梦见受困于蜘蛛网，预示梦者可能会遭受困难，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贪恋而造成不好的后果，甚至可能会受到最信任的人的背叛。梦见撕破蜘蛛网，暗示梦者最近人际关系走低，和朋友关系不好，倔强的个性可能会引起朋友同事关系紧张，提醒梦者要改正自己的缺点。